不止，肯定不止1.2米，我跟你说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我1.8米，来，他比我都还长，跟我一样高，我1.5米，1.5米1.6米吧，在哪？哎，反正就是够长的。他比我的高，跟我一样高啊，我1.8米，家人们，就是1.5米左右，1.567米。你怎么都够了啊？这真实的有多长就说多长，它没有2米长的线，但是你买2米的线干嘛？这对我就是很实用，就是这样的，看。他们大家用了就知道这个东西好。1.7米啊，家人们，1.7米，我问了，老板说1.7米。在右下角小房车，叶总的话他不是1.7米，他1.8米左右。拉杆箱，拉杆箱，下一次分享可不可以？因为现在太晚了，如果分享拉杆箱，我会在上面冰冰蹦蹦的跳，怕把别人影响到休息了。嗯。牙膏、羊奶粉，你可不可以我发个信息？下一次他们很多人都想要牙膏。好。有一个比牙博士更好用的，如果你们要牙博士，我也可以给家人们分享牙博士。下一次。嗯。你看，我们直播间非常感谢家人们，每次买了我们家的东西都觉得啊。这不是我们家的，这是人家大品牌的，就是每一次买了我们选的认可的这些东西都觉得好用，真的谢谢大家对我们的这个就是信任。你看这儿有人说以前你买的那个打底裤很好用，很好，现在有卖的吗？现在没有呀，现在没有，家人们。嗯，拉杆箱，拉杆箱，孩子快上学了，今天晚上怕太吵了，过两天吧。对，要不要这个嘛？银耳，这个银耳真的超级好喝。为什么？我给你家人们说一下啊，它是冰糖雪梨百合，看到没有？冰糖雪梨百合，然后的话是银耳露，它是一款又好吃又健康的饮品，而且它的这里面的材料啊，就都是天然的，不管是小朋友、孕妇，小朋友都可以安全的去吃。尤其是这两天天气不是很热吗？喝一口这个冰糖雪梨的这个银耳露，真的是很清凉，而且又解渴。然后这个银耳的话，对，它不甜，你们喝过呀？好喝，我还买过，我没有卖过这个呀。我吃过，对，我一直吃过几次，就是好几个月了，对不对？但我没分享过，有可能你是在实体店里面买的，但我今天如果你们需要的话，我可以给家人们分享啊。对，这个银耳露很好喝，然后它也不是很甜，所以我个人是很喜欢喝的。我给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说一下它为什么好，而且又很安全的可以喝。第一，零脂肪；第二，零防腐剂；第三，零香精；第四，零色素。然后的话，零调料剂这些，所以它的配料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的，家人们，看见没有？零香精一般能够敢打在这儿的品牌啊，零香精、零防腐剂、零色素这些，所以的话，以前我分享过呀。我忘记了，可能我经常喝，有可能我家人们我是真的忘记了。它里面的银耳，我给家人们说一下啊，而且它用的是有机银耳。有机银耳是什么呢？就是它是在那种就是远离污染的环境下，在优质的环境下的这种银耳，所以它的口感比普通的银耳要好很多，很软糯，很好吃，老人小孩都可以喝的。以前分享过，你忘记了，可能我忘了吧，家人们。然后的话，它还很方便。易总，你可以再拿一瓶给我，谢谢。每一次啊，就是这样拿一瓶，然后直接拎开就可以喝了。你们可以随身携带，
每天都可以随身携带，每天都可以喝，而且尤其是女孩子喝着真的很好喝。我不喜欢喝很甜的，这个它不甜。这样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需要的话，我就可以给家人们分享，行不行？今天的话它是有优惠的啊，以前分享过，那我可能忘了。它是在官网里面一罐的话是59块钱，你们可以去查一下，叫做鲜百分，叫做鲜百分，一箱一箱，一种这儿一箱子，哎，不箱子，对，一箱的话是有，就是有50。一箱，它这样一箱是有6瓶，然后是59块钱，快点上车。如果你们喜欢喝的话，我可以给你们这一箱，我们喝了还有1瓶呢，只有1瓶呢，家人们。今天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，这是零防腐剂、零色素、零香精，然后的话你们，哎，叶总可以给他们看一下。今天这个样子，来个两箱的鸡翅吧。来，这样两箱啊，两箱，家人们，一箱是59，两箱120，对不对？今天直播间不要99，也不要88，今天直接两箱才78块钱，包邮到家，然后的话会48小时之内给家人们发。都倒开了，我还没喝完。好的，来3、2、1，右下角小黄车直接上车，中老年的人都可以喝，可以喝。右下角小黄车已经上车了啊！这是本草银耳露，非常的好喝。然后它是百合，然后的话冰糖雪梨的百合银耳露，很好喝。不喜欢喝很甜的，和我一样不怎么喜欢喝很甜的，可以买一点来喝。哇，这个只有这么多份呀！这库存很少啊，家人们，如果拍不到的话，希望能够理解一下，这一个库存怎么这么的少。这样一箱里面它是有六瓶，两箱目前是12瓶，它本来在官网上是12瓶是要120的价格，今天直播间78是直接包邮的啊，家人们，是直接包邮的。然后它为很安全，非常健康的一个饮品，我给大家们看一下啊，非常健康的一个饮品，它是很干净的配料表，而且就是很好吃，它的材料都是很新鲜的，小朋友孕妇都可以吃。零色素、零香精，然后零防腐剂，直接标在这儿的，朋友们，我的手机是镜像的，这样看得见了吧，零香精、零色素、零脂肪，所以你们吃了也不要怕长胖之类的啊。这个就我们抢到了吗，家人们？一瓶里面有多少克？这个230克，知道啊？它的银耳真的很好喝，银耳非常的好喝，以前买过呀。以前买过，这个确实很好喝，对不对？是零脂肪、零防腐剂、零香精、零色素、零添加那种，所以的话很安全，放心的可以去喝啊。打开直接喝啊？哎，打开就可以直接喝了，不用去热啊。没有了吗？我只上这一波啦，今天晚上就只分享这个，只上这一波，会不会很甜？就是不怎么甜，所以我喜欢喝。来，3、2、1，我再上一次啊，因为这个库存很少，希望家人们都能够抢到。右下角我给家人们弹出来一下，不开了吧？你又开一下，待会上面一下，你直接拿。右下角小黄车已经给家人们上了啊，看到没有？有整整的6瓶。一箱里面有6瓶，然后在官网的话，一箱是59块钱，两箱是120、118，对不对？就是120。然后今天直播间是直接78元，是两箱。然后老人、小孩、孕妇全部都可以吃，怎么去吃？直接开盖，就直接这个样子开盖就可以吃了，家人们，直接这样子开盖就可以吃了。
回购呀，真的很好喝，对不对？每天都可以喝一瓶，随身携带，平时出门在外都可以随身携带，就可以就是带出门呀就可以喝了，很方便。买过呀，嗯，我下一次分享的话可能有可能都在明年了，因为我一般分享一个在家里面自己吃的用的，我一般是很久才分享一次啊。哇，好多料呀里边。嗯，这里边还有哪些料？它有本草银耳，它里面的银耳是本草银耳啊，家人们，不是普通的银耳。本草银耳喝起来很软糯，口感很好。然后的话还有百合，里面还有百合。我不是卖那个农产品吗？大家应该都知道百合吧？你这个都不用炖了，直接打开就喝一颗。百合冰糖雪梨，里面有雪梨。这两天天气比较炎热，喝起来就是很凉爽的，真的喝起来非常的凉爽啊。生产日期，生产日期的话就是一般啊，家人们，它的保质期是一年，保质期是一年。生产日期这个我只有问老板，说他给你发来的都是新鲜的，不可能给家人们发过期的，那直播间发过期的那不就是太离谱了吧。是两箱啊，是两箱，家人们又回购了。它里边有冰糖，有雪梨和百合哈。嗯，雪梨百合还有本草银耳，真的好喝，一点都不甜。我再来一下，你喝吗？不甜哦。嗯，嗯，两箱有十二瓶，十二瓶哦，家人们。对，挂在小黄车了，能拍就能发货，希望家人们都能够抢到哟。78是两箱，对呀。对，和大家聊聊天，家里吃的这些都给家人们分享了，因为有点晚了嘛，就不分享了。嗯。好喝，超级好喝啊！百合，你看，这我们买的那个百合，哈哈，看你的吃相哟！你要不要嘛？还一瓶？我，你吃。嗯，六瓶，一箱六瓶，两箱十二瓶，是这个样子的。洗发水只有下一次了，家人们。我跟你说一个事情，嗯，你骗我，你说情人节还有四天，明天就是情人节。那我是几天前跟你说的呀？哪里几天前啊？就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，你在那儿说。怎么了？骗子！我哪儿没有呀？你昨天不是在那儿收情人节什么女孩子什么什么什么的？就是昨天呀，昨天你说还有四天，结果今天开直播全部都给我说明天。咋啦？你？我说你是我的意思是不是你忘记了？我没有忘记啊。还是你手机出问题了？没有。这个样子，我是说的今天，我是说的明天。嗯。我都选了好久呀，选。大家说我送今天什么礼物好？不要送我礼物呢。要送，不送怎么行呢？我这个在超市里面一瓶12块钱，我给姐姐阿姨们看一下啊，这个银耳，在超市里面是12块钱一瓶。12，这真的好喝。不说了啊，挂在小黄车和你们聊聊天。
辛苦啦。明天你真的什么都不要送。那怎么行？我送你什么？你送我呀，你送我什么？我没什么追求呀，我现在追求很简单，我追求大家都知道，我除了我只有一个追求，我就没什么追求了。什么追求？大家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呀。所以说，我没什么追求，但是我肯定会给你准备礼物的。算了吧。那不行，每个礼物我都不能够去。我还想吃那个苹果，你刚才吸的是哪一颗啊？我吸的是这一个。确定。我给你削一点，我去拿刀。苹果，我把苹果弹出来，这苹果真的好吃。怎么去弹哦？这样弹吗？这个苹果绝了啊！苹果绝了，苹果绝了，我再切一点。苹果是绝了的哈，是超级好吃。我这个苹果水果店可以找不接近这种来卖那个。对。真的好好吃哦。和大家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聊聊天啊。给大家聊聊天。嗯。明天送他个女儿，我怎么送呀，家人们？啥？你说要送我个女儿？他们说叫我送你个女儿。你说的呀，你刚刚说的。没得了吗？什么？我还想吃。你还想吃苹果呀？你刚刚吸了啊？我再给你削一颗嘛，要不要？不要。我把这颗洗一下。不要的。不再洗了。看见女儿吃苹果，真的好想吃。这苹果真的不同，在超市里面要十几块钱。这个苹果真的好吃，我回购了三次。对啊，这个苹果我是骗不了你们的，主要是大家收到都很满意，以后都直接不用介绍了。很多水分，很多水分哈。嗯，这个苹果就是真的太多水分了。又好吃，你喜欢吃吧？我以前不喜欢吃苹果的。然后我们的那个财，我们公司不是有个财务吗？就是说他的女儿说，妈妈，这个苹果好好吃呀，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苹果。你就拿这一块，我给你削一块。你也是啊。我要吃。嗯，好香，好香啊！你吃出来感觉那个苹果都在滴水。嗯。一箱有多少斤？5斤。我这个苹果都不用多介绍了，就是卖的很满意。家人们收到这个苹果之后。嗯，多吃苹果好，对，都说吃苹果很好。我以前不喜欢吃，但是这个苹果它很脆，然后吃起来在嘴里还有一个芳香的味道。然后的话，它的皮很薄，你看它的皮很薄很薄。我吃的是洛川苹果，苹果之乡的洛川苹果。你盯着我干嘛？没看过帅哥吗？你听到说什么没有？家人们听到他说什么没有？这就是真实的他。听到他说什么没有？刚刚他从我旁边过去。他说我一直盯着他，然后他说我盯着他干什么？他说你没有见过帅哥吗？
然后这两天他不是在健身，然后又在游泳吗？然后他就觉得他很帅，男人好像都觉得自己很帅吧。现实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，也是这样说话。咋了？啊？怎么了？刚刚你又在说我什么？说你帅。说我帅。嗯。你说我帅？你给谁说我帅？啊？我看他们说啥，叶总好帅。哎呀，我真的。五斤苹果有多大？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买过苹果的，给家人们说一下五斤苹果有多少个？因为每个人收到的都不一样，它是大果。因为直播间很多家人们都是买过这个苹果的，对不对？都买过的，都知道有多少个，都全部都知道。我收到过九个，然后有的时候是十个，有的时候是九个，就是这样的。嗯。那鸽子蛋在吃。你还吃鸽子蛋？我还不是你的。你要干嘛呀？你好补呀。你吃一吃不吃？不吃。天天吃这个鸽子啊，烂果怎么办？烂果包换，你可以找客服。然后这是生鲜类的，它不能退货，但是很多家人们都知道，他们家的这个苹果我是卖的很好的。这个点他要吃鸽子蛋，直播间姐姐阿姨们他在吃鸽子蛋。我宵夜呀、啊。我、啊。我宵夜嘛。我宵个夜，因为。我今天我刚刚去健身了，我健了身，晚上的话，我给你煮一碗面嘛，长肌肉。我不想吃面，我吃点有营养的。吃面更帅。天天，你把我夸上天了，你都。这个苹果没有买的家人们，可以去囤一点啊。就是下一次我不知道是好久分享了，这个苹果的话真的很难得分享一次。现在挂在这个小黄车就是这个苹果，洛川苹果啊，又脆皮又薄，而且吃着有个芳香味，皮超级薄，水分超级足。我不喜欢吃苹果的，但是这个洛川苹果，我身边的人所有的人都觉得啊，就平时不吃苹果的全部都在吃。然后很多姐姐和阿姨们就是我之前不是分享过这个苹果吗？然后大家说今年你可不可以再分享一次这个苹果呀，都觉得这个苹果很好吃，说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很爱吃，小朋友都觉得很喜欢吃苹果了，因为苹果吃了对身体是很不错的，肯定是新鲜的苹果呀。所以的话家人们，这个苹果的话可以就是下一次问我要链接的话可能很久了吧。皮薄肉厚，对对对，皮薄肉厚，非常的香。下一次可能要很久了，不知道下一次是多久，希望家人们都能够抢到。然后这一次分享之后，可能下一次再问的话，我可能不会这么快的上啊。我是希望大家需要的时候，就是登楼都能够拍到这个苹果，我是卖的很好的这个苹果。嗯。可以送给自己的家里的人吃一点这个新鲜的苹果。我以前不喜欢吃的，直播间姐姐和阿姨们在我这儿回购过这个苹果，起码回购了十单的都有，听说三单的几乎买了的一般都会再回购。如果你们下一次回购的话，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我可能不会在直播间再分享，因为生活上吃的这种我分享一次我可能就有时候会很懒，就不会一直去分享它。你们吃完了去搜索我的一个就是号，就是我现在就是这个吉林延新生活小日常，我会拍了一个苹果的视频，你们只有在那儿去回购了。嗯，
他大晚上的要吃鸽子啊，对。他们说晚上不能吃蛋。真的。鸽子蛋是这样的啊、哦。我都没搞懂。鸽子蛋它是温性的啊、哦，鸡蛋你吃多了会上火，鸭蛋吃多了它是寒性的，不好。鸽子蛋它是那个是中性的，它是可以吃的，它的那个营养的话也是这个鸡蛋的这个。你煮了多少分钟？九倍哈，我马上我去弄。苹果在哪里下单呀？是不是没有显示？误会吧。我给直播间姐姐让你们看一下，应该有显示吧？苹果在哪里？在这儿，点击这个购买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就是苹果，然后你点购买，然后这儿填电话、名字、信息，然后如果你要拍两单的，可以拍一个二，提交订单就可以了。很简单，是不是家人们？今天拍了三样东西，实用的，你们觉得实用的可以去拍，如果觉得不实用的就不要拍，家人们。反正这个苹果是因为很多姐姐和阿姨强烈要求我去再给家人们挂，所以的话我就给直播间姐姐阿姨们就是挂上了。几年我看到你本人了，在哪里？真的吗？苹果好吃吗？什么口感？芳香，果肉芳香，非常脆，脆甜可口，好吃，反正就是。苹果是我都推荐过太多次了，不是推荐太多次了，是我只推荐了一次，然后全部有很多吃了，全部又找我要链接，然后我很久没有分享过。你要看什么？想生男孩多吃苹果，为什么？还有这些做法，和直播间姐姐们聊聊天啊！不要吃蛋，他说他想那个呀，他说他想他天天吃很多这些东西的。他早上要吃六颗鸽子蛋，现在晚上又吃三颗，煮好了吧？喂，你今天吃了九颗鸽子蛋？我知道呀。不会出问题哦。不会的。啊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补充营养，这几天消耗也大。我吃。我这辈子没有见到过吃蛋比你厉害的，真的太吓人了。直播间姐姐阿姨们，她今天吃了九颗，叶总在背着。叶总很勤快。哎呀，家人们，我们家里边就咱们两个人，你要说这个家庭地位啊，家庭地位上来讲，就我们两个人，你说我们两个人排序谁是第一谁是第二呀？那不很显而易见嘛，那今天肯定是家里边的老大呀，那我这种对不对，我肯定得勤快一点呀，那得把小吉莲照顾好了，而且我要是不勤快，我要是不把小吉莲照顾好，那你们不得找我麻烦呀，对吧？那你们不得收拾我呀。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必须要把小吉莲给这个照顾好。
我现在我每天早上哈，因为我起的比较早，然后。